刚刚就讲了，余威啊强啊，对不对？嗯。那小后跟小后跟就是说睾丸这些，对对对，下半身的射入线，后面的脚后跟。所以脚趾头刚刚都是因为我们睡眠不好，劳心劳力劳力太多，脑部的问题，睡眠脚趾。是是是，对不对？那等于从头到脚哎。对，所以你角度安排，你身体比较不会有一些，而且代谢的，嗯，对不对？但是按照讲，就是说你有没有这个，有没有这个时间、金钱，对，或者说你能不能承受这个按的痛？嗯，先痛的过去，你很痛的，你慢慢过去。其实要循序渐进，这个会好。啊，其实不好，调理师傅那是因为我们节目表演，大家按摩，大家嗨嗨笑。对，啊，你去垫的时候就要回去啊。当然不会，师傅看你前面慢慢推，慢慢推，下次来就重点。对，我走进这个按摩脚底板的这个地方，很少听到鬼哭神嚎。没有啦，那偶尔听到一两声。对，啊，那像谁感觉按摩？啊，受罪。对，按摩师傅越按越准，越按越开。嗯，哎，这个同学要抢着打吗？这里人家师傅都打了，我们都要打。请过后正确解答。脚掌前啊，多肉的部位是肺脏及反射区和呼吸系统有关。那脚跟之外侧是生殖器，刚刚讲的运动性啊、射物性等等。嗯，所以偏头痛也可以按这个脚掌。对，有很多人就偏头痛嘛。是啊。因为天气一变啊，然后怎么样，换季起来。对对对。哦。偏头爱点。好，第二题是还有50万，请注释三个答案。